下下辈子还做兄弟。为什么每次我的婚礼都得不到祝福？20多年了，我几乎每一天都在承受着没有你的痛苦。假如有那么一天，我们真的找不到彼此了，我们就来这里。就像美丽的夜空，深藏不露，做事有条不紊，我没看错人。除了眼前的寂寞，我父母就是被宋先生和向明山逼死的。这辈子没有怨的，我会期待下辈子。希望我们真的能天长地久。心是脆弱，让眼中布满迷惑。我知道你这辈子在你心里面只有张浩天。哭过恨过在冷风中蜷缩，我不爱你，这就是一切的理由。我一直希望有一天可以这样抱着你。你个死胖子，我都已经烦死了，你能不能不要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呀？要是我们早点赶到，报了警，事情也许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。都怪我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？啊，早报警，那你干嘛不报啊？乐美，乐美别哭了，咱们现在应该抓紧想办法找到陆峰。你别一直哭啊，这样一直哭会伤身体的。陆峰身上没什么钱，又被通缉了，还带着孩子，他跑不远的。咱们已经报警了，相信警察很快就能得到陆峰的消息。我的安，我的安，是妈妈对不起你，是妈妈对不起你。好了好了，安安他还这么小，万一要是出什么事的话，我怎么跟你爸爸交代呀？昊天耀辉啊，这孩子在外面多一秒钟，我这个心就像针扎一样的难受。阿姨，您别太担心了，陆峰毕竟是安安的亲生父亲，虎毒不食子，他暂时是不会伤害安安的。现在得赶紧想办法找到安安，这样才能去说服陆峰啊。是啊妈，秋妍说的没错，你们等消息，现在我和耀辉出去找找。我也去。还有我。来，乖啊，来，啊啊，乖啊。乖啊，来，啊啊！啊，不哭啊，啊，来，乖啊，啊，你别再哭了，你再哭，爸爸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小姨，等等，这里太大了，我们一定要分成两队。你们去那边，我们去这边。好，如果顺江路还有云海路都找不到的话，一定要再仔细找一找。嗯，到时候如果找到陆峰，千万不要惊动他，我们随时电话沟通。行，好，所有可以休息的地方，便利店、快餐店都要找到。嗯，好，好，知道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去了。快去吧，喂，走走走。哎，你听，什么声音？是婴儿的哭声。没错，陆峰跟安安肯定在前面，我们去那边看看啊，走。啊，不哭啊，乖乖，不哭。哎呀，老公，你看你孩子哭得多厉害呀，我看看去啊。去吧，乖，不哭啊。这孩子怎么哭得这么厉害？他是不是饿了呀？我也不知道。
那他妈妈呢？他妈妈出差了，明天才能回来。我也没带过孩子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。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让我试试看吧。你别误会，你看啊，那边是我老公和我孩子，我也是有孩子的人，别担心。你看那边，那真的是我老公和我孩子。那就麻烦您了。没事儿。不哭不哭喽。好了好了，不哭了。怎么又听不见声音了？是啊，怎么那么奇怪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过去看看。走走。谢谢啊。没事没事，这当妈妈的呀，看见别的孩子哭，总是忍不住想过来帮忙。当初啊，我和我老公也不会带孩子，少不了麻烦其他人。哎，我看你还是赶紧回去吧。你看这天啊，已经变凉了，小心孩子着凉啊！谢谢啊，没事儿，走了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还没好好感激你呢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好好照顾孩子啊。谢谢啊，没事儿。找到了吗？没有。你那儿怎么样？我也没找到。刚刚明明能听到婴儿的声音，怎么一转眼就没有了呢？乖，不哭哦。安安，嘿，这么疼，不会发烧了吧？安安，爸爸带你去医院啊！不行，我现在是通缉犯，怎么能去医院呢？去药房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这里有什么治小孩发烧的药吗？哎呦，孩子烧得这么厉害，你还是别买药了，赶紧到医院去看看吧。我就问你有什么药，你告诉我不完了吗？哎。您看起来好像是，哎，对不起，爸爸让你受罪了。喂，江总你好，我是陆峰，我想，喂，喂，
陆峰，陆峰，我求你先别挂我电话。陆峰，打我电话有什么事？我想看在过去龙威跟大洋合作的份上，你能不能帮我一把？陆峰，你想让我怎么帮你？我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我现在身上完全没有钱。 钱我也取不出来，我儿子现在生病，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我想，您能不能先借给我一些？等到我东山再起的时候，龙威的股份我可以分您一半，我银行的钱也可以分您一半，您看这样行吗？陆峰啊，陆峰，我是该说你太有志气了呢，还是该说你傻得可爱？听我一句劝。 赶紧去投案自首，不要连累其他人。刘副总，刘副总，陆峰，你平时那么嚣张，现在却像野狗一样，别人连一口剩饭都不愿意给你吃。 想过终会有一天，我会像现在这样变得一无所有。当初如果我没有复仇的心，就不会落到众叛亲离的下场，也不会失去一切。安安，爸爸现在什么都没了。 我的家庭，我的爱人，还有我的孩子。儿子，你告诉爸爸，爸爸是不是真的错？ 乐梅，别太难受了。陆峰现在虽然说已经穷途末路了，可是安安毕竟是他的亲生骨肉，陆峰他再狠毒，他也不会对自己的孩子下手的。啊，我觉得咱们要不报警吧，再这么等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。再说了，陆峰那个疯子，还指不定做出什么事来呢。 喂，陆峰，陆峰，你在哪里？你把安安，你把安安还给我。安安他怎么样了？安安他怎么样了？啊！我在明月湖。啊，你在哪里？你不要动，我现在马上就去找你。乐美，陆峰说他在哪儿？明月湖。咱们一起去。我也要去。小姨，你就别跟着一起去了，你在家里照顾妈妈。 如果我们这么多人一起去的话，他一定以为我们会对他不利，所以，我们两个人去就够了。哥，我们走吧。好，昊天，小心一点啊！走。放心吧，走。哎，当心点啊！啊啊啊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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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行李也在这儿，陆峰一定没走远。哥，你先帮我把安安送回去。好，我要去找陆峰。乐美，我绝对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。耀辉，你留下来陪乐美。好，我很快就回来。陆峰，我谢谢你没有伤害安安。
是你不要再逃了好不好？你这样子是逃不掉的，只会伤害更多关心你的人。陆枫，你还记不记得？记不记得那时候，你考上投资分析师的时候，你跟我哥说的那些话？其实说实话，集成投资真的不是我的目标，我只是暂时在那儿丰富自己，然后呢，积攒一些经验。将来我的目标一定是大公司、大企业，将来要干一番大事。你这样做就对了，我完全支持你的想法。不过啊，你要一步一步，慢慢来。明白。这样乐美跟着你，我也放心。放心吧，我哪舍得乐美跟着我受苦啊？你说过要干出一番大事业。你说过以后不会让我受苦的，可是现在呢？难道这就是你要的事业，这就是你要的家庭吗？陆枫，你已经离你的期望越来越远了，你走上了一条既黑暗又没有希望的路，你赶紧自首吧，只有自首才能让所有的事情落幕，你是躲不掉的，陆枫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陆枫，陆枫，陆枫，你别过来，陆枫，跟我去自首好不好？现在什么都晚了，从迈出第一步开始，我就知道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楚耀辉，我知道你是真的爱乐美，我也知道你是真的心疼孩子，所以以后乐美跟安安我就交给你了。我可以不在乎乐美将来跟你在一起，我也可以不在乎安安将来姓陆还是姓楚。你甚至可以告诉安安，你才是他的亲生父亲，这些我都可以不在乎，我都可以不计较，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好好对乐美，好好对安安，给他们两个幸福美满的人生。乐美，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幸福。为何分别是感觉？我心疼的发现，可话又到嘴边让你流泪，伤心被慢慢思念，为何离开后才觉得。这是哪里？远大西路，远大西路。
乐美，你醒醒，乐美！啊！你刚刚为什么不下车？我为什么？我怎么知道他突然间跑过来啊？我乐美，你放开乐美，你放开他！我不放，我不放！乐美，乐美，你醒醒，乐美，乐美。乐美，现在你满意了吧？乐美是那么的爱你，不准你碰她。救护车没来之前，谁都不能把她带走。陆芳，你知道乐美有多爱你吗？她忍受了多少屈辱，承受了多少压力，她不顾所有的反对和你在一起。可你又做了什么？你打她，骂她，羞辱她。你怀疑安安不是你的孩子，可是就在刚才，他还说只要你去自首，他愿意和安安等你回来。我一想到这些，我恨不得杀了你。我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他！妖怪，妖怪，现在乐美需要我，让我上车，让我上车！他需要你的后果就是搭上自己的命，这里不需要你，你给我滚，滚！阿姨，对不起，都怪我。如果我当时阻止他不去见陆峰的话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。妈，妈，没事的，大夫现在在全力抢救他，乐美她一定没事的，你放心，她一定没事的。是啊，阿姨，乐美她那么善良，她一定可以扛过去的，老天爷会保佑她的。乐美出来了，乐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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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夫啊，我妹妹她怎么样？你告诉我她怎么样？你们要有个思想准备，病人伤势很重，目前还没有脱离危险。什么意思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不好意思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啊，好天，远大西路昨天发生一起交通事故，造成一人重伤。目前肇事司机已被警方拘留，据悉伤者正是龙威集团董事长，623特大经济案件犯罪嫌疑人陆峰的前妻，该女子叫张乐美，海昌市人，
他和陆峰从小青梅竹马，去年登记结婚，目前伤者仍未脱离生命危险。乐美，做我女朋友吧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。我说我喜欢你，做我女朋友吧。陆峰先生，请问你愿意娶张乐美女士为妻吗？我愿意。张乐美女士，请问你愿意陆峰先生成为你的丈夫吗？我愿意。乐美，怎么那么傻？难道我对你这么好，都不如你对陆峰的爱吗？没关系，就算你还爱着他，我都不会介意。只要你醒过来，我什么都可以接受。你忘了，你不是说过你要看着安安长大，他还没来得及叫你是妈妈，你怎么忍心丢下安安不管呢？乐美，你听到了吗？我求你，醒过来。那天我向你求婚，你拒绝了我。今天我就给你戴上，以后你就是我的老婆了。你不要丢下我和安安，好不好？乐美。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如果我当时没有先走的话，说不定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。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昊天，你干什么呀？别这样，这根本就不是谁的错，这是一场意外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秋叶，可是安安怎么办呢？如果乐美她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安安她怎么办？昊天，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感受，我跟你一样非常难过。可是你听我说，昊天，咱们在现在这个时候不可以倒下去，否则阿姨怎么办？相信我，乐美是个善良的女孩，她一定可以挺过去的。请问你们是张乐美的家属吗？我们想了解一些情况。
不好意思，乐美她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。那陆峰来找过她吗？ 你已经离你的期望越来越远了，你走上了一条既黑暗又没有希望的路。你赶紧自首吧，只有自首才能让所有的事情落幕。你是躲不掉的，陆枫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能回到最初。 仿佛时光骤然已停住，既开始缓慢修复，拥有的爱竟然就是全部。乐美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。 你醒过来好不好？ 仿佛时光骤然已停住，既开始缓慢修复，拥有的爱竟然就是全部。我曾经爱到这一步，为你付出是一种甜蜜。 杨文鹏，手机号码都换了，你就这么怕我找你？我没有故意躲着你，我前两天手机丢了，顺便就换了一个号码。你骗谁呢？我知道，你肯定怕我来找你，对吧？我说陆峰，你现在胆子也够大的，这么多人的地方你都敢出现啊？现在这里都是便衣警察，你要被抓到怎么办啊？别废话。 身上有多少钱？给我。哎呀！
喂，张警官，我已经发现。怎么说没了就没了？怎么说没了就没了呢？我的女儿，现在妈的样子就跟爸刚走的时候一模一样，自己一个人偷偷的坐在床上哭，不管我说什么她都不理我。
现实爸走了，冷梅也走了，我看着我自己身边的亲人一个一个的离开，你不知道我有多痛苦，我说不出来，我真的非常难过，我真的觉得好无助啊，秋叶，我真的好怕，我怕有一天我会失去你。 你也会不在我身边，只要我想到这些，我整个人都快窒息了。昊天，你别胡思乱想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，我会陪着你一起度过难关。阿姨现在情绪非常低落，所以你就更不能倒下去。你要陪着她，安慰她，开导她。 让他能够尽快的接受现在这个现实，从悲伤跟阴影当中走出来。来，给我啊！ 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东东。我看小朋友都在那边踢球呢，你为什么自己坐在这儿？大家都欺负我，不跟我玩，他们说我笨，不会踢球。 爱情会让人们彼此心碎。